限量的款的这个手表。那它现在来的呢，就是 IWC 特别为了我们中华民国100周年的生日 100 Year Birthday 的 Special Watch。这次表呢，全世界只有100只。然后现在呢，目前只有在我们的台北 SOHO BR4 才有，抢先售卖。刚刚那一只中华民国的百年纪念限量特别版的表呢，等会大家都可以看一看。